如果你想了解最实用的股票交易技巧同埋最新的板块知识，就即刻订阅我的频道啦。Hello， 大家好，我是 Mila， 今天会跟大家讲一下 Cathie Wood 15个 Big Ideas 入面其中一个大数据创新。 Cathie Wood 的方舟投资发布了 Big Ideas 2021， 提出了15个破坏性创新的投资主题。很多网友留言跟我讲话，他想看完这15个破坏性创新的主题，我可以拍15条片。我就心想，哇，实在太正，我不用想15个不同的 Ideas 拍 YouTube 了，我可以直接抄功课。当然啦，我唔会就咁 copy and paste 咁样去讲 Cathie Wood 啲嘢俾大家听，我都会加啲我嘅睇法同埋意见，同埋大家需要留意嘅一啲事项。咁讲翻 Cathie Wood 嗰15个 big ideas， 就包括深度学习、大数据创新、虚拟世界、数字钱包、比特币、电动汽车、无人驾驶、无人机运输、轨道航天、3D 打印、长度测序、多种癌症筛查、第二代细胞同埋基因治疗。而 Ark 喺大数据创新呢一个章节嗰度，表现出对 Intel 呢一间公司系非常之睇淡。到底系点解呢？而大家记住一定要揿个钟仔，因为而家 YouTube 嘅演算法非常之讨厌。如果你唔揿嘅钟仔咧，你下次上 YouTube 嗰阵时候，可能就未必再睇到我啲片。呢一次吓，可能系我哋最后一次见面噶啦。依家一齐嚟睇下个报告啦。个报告上面写。Reinvention of data center， 数据中心的重新创造。咁报告就提到三点，有三个 bullet points， 我哋就由 cheaper, faster and more power efficient 开始睇啦。咁而第一点，处理器行业方面， Intel 占咗市场上面 90% 以上的处理器收入。不过更加快、更加平、功能更加强大的处理器开始取代 Intel。而第二點就是講雲計算行業方面， Arc 相信 ARM、RISC-V 和 GPUs 將會在每年 45% 的速度增長，去到2030年合計收入就會達到190億美元。在這裡我就簡單介紹一下ARM、RISC-V 和 GPU 設計處理器會一個指令架構，而目前市面上的指令集架構分為三個主流，一個是以 Intel 壟斷的 x86 架構為主的複雜指令集，第二個就是以 ARM 壟斷的精簡指令集，第三個是近年才開始崛起的開源精簡指令集 RISC-V。Intel 壟斷的 x86 架構為主的複雜指令集，強調處理器運算效能，最常可以使用在 PC 或者高效能伺服器的運算設備上面。而另一派是由 ARM 壟斷的 ARM 架構，以提供慳電的 CPU 設計為主，最常使用在手機或者是移動裝置上面。至於另一個主流架構 RISC-V， 近年就快速崛起。RISC-V 的优点就是开放、无组化和可扩充以及精简，在影像、语音和物联网领域方面非常受欢迎，尤其是中国科网企业，它近年越来越多中国科网企业研究采用 RISC-V 的可能性，因为 x86 和 ARM 都掌握在美国公司的手上，所以中国公司一般来说他们希望有两手的准备。至于 GPU 是什么呢？ GPU 和 CPU 到底有什么分别呢？CPU 就是中央处理器，你可以理解为电脑的大脑，一切的运行都要靠 CPU。 而 GPU 是绘图处理器 Graphic Processing Unit， 改良 CPU 的运算单位，和 CPU 相比，将控制和储存单位比例降低，将空间交给运算单位，擅长运算和重复大量的数据的时候使用，例如是密码破解或者是大数据运算等等。好啦，所以 Arc 嘅團隊認為 ARM 同埋 RISC-V 同埋 GPU 將會以每年 45% 嘅速度去增長，到到2030年，三者合計將會佢哋嘅收入達到190億嘅美元。至於第三點就係、是、到到2030年 ，GPU 嘅市場將會以每年 21% 嘅速度增長到去410億美元。我哋到下一頁，上一次嘅數據中心嘅變革就喺90年代，英特爾嘅低成本 PC 衍生咗 x86 架構，顛覆咗當時市场的格局。不过今时今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生态系统越来越大， ARM 处理器将会打破英特尔垄断的局面，而 Intel 将会被颠覆。报告就预计未来 ARM 加上 RISC-V 所占据的服务器市场占有率将会由2020年的0%增加到2030年的 71%。 至于在半导体的制造方面， Intel 亦都比台积电落后了几个 generation， 市场不会站在原地去等你。2020年英特尔的10纳米芯片仍然未出货，但是台积电已经量产5纳米的芯片了。
至於報告預計 ，ALM 會成為雲嘅新標準，作為部署新應用程式嘅替代平台，公共雲喺全球創造嘅收入將會達到$1,400 million，而全球最大嘅公共雲服務亞馬遜嘅 AWS 將會喺2020年推出 Graviton2 ARM 嘅 CPU， 意味住有可能 Intel 同埋 AMD 嘅芯片需求會降低。而報告亦都預計亞馬遜嘅 AWS 未來將會將大部分服務嘅遷移器遷移到 ARM 架構嘅處理器上面。另外，報告亦都預期 ARM 服務器嘅收入可以擴大100倍，由2020年唔到$10 billion增加到2030年嘅將近$1,000 billion。喺2030年 ，ARM 服務器嘅收入將會係超過今日 x86 嘅收入。咁最後做一個簡單嘅總結啦。去到2030年 ，ARM 同 WISC-V 佢哋嘅合計市場規模將會以每年 45% 嘅速度去增長，而 CPU 嘅收入就將會達到$190 billion，服務器嘅收入會達到$1,000 billion。而報告就認為，以 GPU 為主嘅加速器將會成為數據中心嘅產業重心，未來嘅增長將會達到21%，去到2030年市場嘅規模將會達到$410 billion。咁睇完 Catherine Wood 嘅團隊嘅報告，對大數據創新嘅睇法，唔知有冇激起大家嘅一啲投資靈感咧？咁我依家就分享下我嘅睇法。報告入面提及幾間公司，有 Intel、有 Amazon、有台積電、有 AMD， 唔知道大家有冇揸住呢啲公司咧？我自己就好中意做 pair trade， 話唔定第時 Intel 就可以做我 pair trade 入面俾人 pair 嗰個做淡倉嗰個。如果睇好芯片行業嘅台積電會係一個做得比較好嘅一個市場玩家，而 Intel 就係一個俾人顛覆嘅玩家。咁大家咧可以 long 一啲比較好嘅市場玩家去 short 一啲比較差嘅市場玩家，喺跌市嗰陣時，大家亦都可以透過一個 market neutral 嘅方式去保護翻你嘅倉位。咁當然未必係依家做啦，我哋都要揾一個比較好嘅 market timing 去做呢一件事嘅。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多謝你收睇我嘅影片。如果你中意我今次嘅分享，撳翻個鐘仔訂閱我啦，咁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最新嘅財經資訊同埋最實用嘅股票交易技巧啦。如果你想學一些終身受用的核心知識，同埋得到我進一步的協助，可以按 subscribe 隔離的 join 加入會員。下次上傳影片的時間會在星期六，我們下個星期六見，拜拜。